多啲鼓励我哋。海外民主人士六四学运领袖李俊俊被刺杀之后，美国司法部起诉咗五名中共间谍，包括同李俊俊同一基金会共事、在纽约民运圈颇有名气的黄书君。两件案件目前看来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起诉间谍向中共发出了一个清晰的警告。是李静静的遇害呢，与王书君的被起诉，它其实都涉及到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事实，就是中共利用特务啊，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实施这种跨国镇压的行为是日趋的猖獗，它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冲击到了美国正常的社会秩序。唐靖远表示，中共常年利用海外侨联、学联和商业界华人作为中介收买，影响了很多西方政府的基层官员，使他们在海外进行各种镇压行动更加便利。这次美国司法部的做法不同于过去针对窃取情报的中共间谍进行打击，而是针对中共在海外镇压普通的反共华人的行为进行打击，这个是美国政策的一个大转变。美国司法部这一次的行动，它的影响其实非常巨大，因为中共的这种跨国镇压呢，它不仅仅说是涉及到了情报搜集，它其实更多的是针对着这些目标人群啊，进行一种综合性的打压和骚扰。这个实质上它就已经是一种海外维稳的模式，也就是说它超出了一种单纯的情报刺探的范畴，而变成了一种规模性的常态化的长臂管辖，所以它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集权统治模式的输出。他表示，这次司法部的起诉是有针对性地揭制中国的渗透破坏行为，其中包括中共为了掩盖他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非法残酷镇压的真相，而迫害海外法轮功学员和讲真相的媒体。在对海外法轮功学院的迫害之中，中共可以说是使用了各种各样的镇压手段，它包括并且不限于像这个引渡啊、行动监控，还有直接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人身武力的攻击以及语言威胁，还有散播网络的谣言进行抹黑和攻击，利用黑客的手段来破坏法轮功学院所主办的网站啊，还有通过骚扰国内的亲人的株连迫害式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胁迫。唐靖远建议，海外华人如果要避免被中共利用，应该主动地融入当地社会。有很多华人他虽然来到了海外呢，但是他依然是主要依靠像微信啊、抖音等等这些平台去获取信息，实际上呢，他仍然是被中共炮制的大量的谎言啊，还有虚假信息所包围着的。